之前我就讲过要告一段落，那造成社会大众的一些恐慌，那我在这边哈，感谢各位哈，在这个地方哦，深深的跟社会大众哦，对不起哈，让你们哈，让你们这段时间那个，总谢谢大家。我想事件哦要告一段落，哦之前我就讲过要告一段落，那造成社会大众的一些恐慌，那我在这边哈，向学校也好，哦学生也好，那我慎重的道歉啊，因为你们也接受了很多的一些舆论哈，那你们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那当然我自己也承受很多的舆论，那我都感谢哈，感谢各位哈，在这个地方哦，深深的跟社会大众哦，对不起哈、哦，让你们哈、哦，让你们这段时间那个，总谢谢大家。白饭之乱哦，那我还是一样哈、哦，我还是强调就是说，所有的论述，哦，我都是经过监视器，经过员工转述。那我想要求证，那同学们你们一直没有办法当面的让我去求证一下到底原因是为何，还是再慎重的再道歉一次，我当天不在现场，我想我如果当天在现场或许就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。